我们回不去了，真的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你把那些都忘记吗？我是想忘了你，忘了你该有多好。哪怕能够忘记一天，也是好的。可是你总在那儿。 在静渊的花丛里，你总是在喊我，佩林，佩林。我知道我已经完了，我根本没法忘记你。那锦芝呢？锦芝是一个深爱你的女人，你给过她什么？你给过她需要的东西吗？我知道她想要什么。 前方山路风太大，可能会有危险。让开！是。太危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只一次，可是你并没有答应我。我原以为这辈子再不会求人了，我最后再求你一次，跟我一起，抛开这所有的一切，抛开这凡尘俗世，我们一起走得远远的，好不好？抛开所有的一切，如今国难当头，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只有我们俩。 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，难道这样不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和信之在一起了。 把尹小姐送回去。是，总司令。